你看这座吧，外边冷。淘气，你看呀，就有出息。多大了？快18了。我们这刚刚成立个运输班，效益还不错。我看你儿子呀，挺机灵的。要是以后不上学了，那就让他来我们车队吧。师傅，我儿子要考大学。考大学？ 我老爷更不可能把我妹妹嫁给您，哎！滚蛋！谁喜欢你妹妹啊？我喜欢冯程程那样的。你瞧你妹长得不是那身段，是跟缝纫差远了，是不是？哎！圆圆东，干嘛？臭我妹妹是不是？臭我妹妹！你别让，你别让，别别别！哎哎哎！别别别！别别别！向前走，不要向两边看，往前一步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。跳啊！别别别！跳啊！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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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哎呀！哎，我你大爷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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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干嘛啊，董？笑！别动啊！我笑。啥？洗车。 流血了，我有手绢。拿着呀，给你的。拿着。哎呀，姑娘，我给你打听件事儿，那个工会的耿主席。刘总，老知青返程哎，回来的可够晚的，就一人。寡妇吧。为了回城，什么事儿做不出来？不要男儿了呗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可真好。 你叫什么名字呀？阿姨，我叫潘之云。你叫潘之云？嗯。你就是潘之云？对呀。潘之云，你的书全在我这儿。上尉的女儿，呼啸山庄，巴黎圣母院，插花女，你看是不是？我听老爷说，我的书都送给一个爱学习的北岭哥哥了，原来就是你呀。北岭哥哥这名挺好玩的。去，戴帽子去。 小鱼，你老爷还好吗？我老爷挺好的，你应该就是季姑姑吧？是啊，我听老爷老说你，他说你是他最得意的学生。季月琴同志，季月琴同志，季姑姑，嗯，这就是工会的人啊？是吗？
孙子穿的熊样。狗熊吧您呐，狗熊吧您呐，哪儿来回哪儿去报啊。耿主席，你就把这些东西收下吧，这都是山里面打猎挣下的，说白了就是一点土特产。感谢组织把我和儿子调回了江水，还帮我们落实了户口，把我父母的这套房子也分给我们住。主席真是太感谢了。眼下就是我儿子上学的事儿和我工作的事儿还要麻烦组织。岳新同志啊，季书记平反和落实政策方面以及他骨灰处理，你看还没有其他不同的想法呀？没有没有，什么想法都没有。那儿子上学的问题解决了，下星期就开学，直接去冶金高中报到。按年纪是读高二，不过寒假一开学就是高二下学期了，不知道你们家儿子能不能跟上进度。我不留级，我要上高二。没礼貌，插什么嘴啊？啊，耿主席，要不让他上高二试试吧？啊，那我那工作的事儿，你工作的问题，岳新同志，你看知青返城都是在头几年，那一波的工作呢，上头有文件，所以啊，有缝没缝，硬塞都塞了。这两年呢，冶金院下属这工厂都在搞满负荷工作法。效益好的这几个厂啊，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。我知道，主席，您听我说啊，我这个人啊，不怕吃苦，不怕受累。我15岁就去了北大荒，开山伐木，修路找矿，我啥活都干过。婶儿他爸呀，打猎的时候出了意外，这十几年就是我一个人拉扯着他。我这回回江水啊，就是奔着他考大学来的。我就想找个工作呀，能供孩子上学。您看，玉新同志，我们这次过来啊，就是和你商量，也是考虑到你一个女同志，组织上是有一个工作安排，就怕你有什么想法。我没想法啊，啥工作都行，我不挑。院里呢，这个新成立了一个运输车队。那您是说让我去开车？不不不不，驾驶员都有，就是车队缺后勤，院里决定给车队配个人，给他们蒸个饭、打个菜，给车辆做点清洁这些杂物。让我妈去洗卡车呀，伺候那些司机啊。洗车是吗？我在北大荒的时候啊，连宿舍的拖拉机我都洗过。不行。我妈不能去，要去我去，我不念书了。不念书的念头，你想都别想。这一记耳光，让唐季山猛醒了。这一次，他是切实懂得了母亲那殷切的盼望。他把这期望烙印在了自己的心上，再不能忘。是吗？碍事也得搁那儿。你姥姥姥爷在的时候啊，就是搁那儿的。你妈小的时候啊，也是搁那儿的。她可比你的年纪大啊，你动不得。婶儿啊，人有时候走道是挑着道走。有时候道挑着人走，可是你上大学的这条道是非走不可，没什么可挑的。妈，我知道了。还有啊，今天妈打你，是想告诉他们，妈这些年把什么都扛过来了，没什么过不去的。听明白了吗？
说啊，季叔，您得有思想准备啊。咱们这些个公务员啊，素质不是很高，一定要有点思想准备啊。大家听我说几句啊，院里特别重视咱们的后勤工作，勤杂岗位已经给咱们解决了。这位就是咱们车队的新工友季叶群同志。从今以后，大家生产生活的后勤工作就由季师傅来负责了。哎，你这赶紧打饭去，打饭去，行，快快快，别走了，走走走走，打饭打饭。我正好向你们打听一下，啊，你们知道这附近哪有木头桩子吗？我想替我妈把那椅子修好，我需要木料。哎，新来的，啊，你想要木头啊？对啊，我这一地儿什么都有，走一趟。好啊，各位师傅。以后啊，还请大家多多照顾。照顾，照顾，这怎么照顾啊？都照顾。哎，你不是爷子吗？哎，你们都什么态度？笑什么笑？哎，赵大老子，你那咬什么耳朵？老陈，咱们跟上头要的是个爷们儿，这怎么派个女人下来了？这大冬天的倒没啥，到了夏天呢，这洗个车、修个车什么的。咱们这帮大老爷们儿，甭说是光膀子了，光屁股都有啊！你让人季同志怎么着？再说了，这要回到家里跟爱人一说，人家季同志的爱人也不干呢，是不是啊？对呀，没错。季同志，这活儿真不是你们女人能干得了的，回去让您爱人来吧，这活儿让他来干合适，对吧？没错，还行。回去吧，师傅们，我爱人啊。十几年前进山打猎遇到一头恶豹子，被那畜生活活的给整死了。哎，小来了，你叫什么呀？唐继山，我爸姓唐，我妈姓季，一座山的山。你叫什么？我袁卫东。嗯，我叫潘瑞明。大冷天你穿这么点不冷啊？不冷，这是野兔子皮，可暖和了。野兔子皮？对呀。那这得多少只野兔子皮？三只野兔子的，都是我打的。啊，你会打猎啊？当然。昨天哪批是你打的吗？那是我爹打的。我去，真棒！喜欢啊，喜欢换给你穿。哎，给我穿，给我穿上。我穿上。明早。哇，真滑，真棒！明早别碰，带我碰上了，怎么的？碰坏了。二新来的，想要木头啊？跟着我。哟，哥几个，这上头怎么给派一寡妇到咱们队啊？这一天到晚的对着咱们这帮大老爷们儿，甭说是光膀子光屁股了，这以后连件衣服也不敢脱了。赵解放同志，你竟敢散布流氓言论！你队长，
拖吧。你们只要敢拖，我就敢看。你们拖多少件，我就帮你们洗多少件。拖呀，现在就拖。行啊你啊，速度够快的，能跟上我够进田径队的了。你跑得真快，比野兔子还快。哎，新来了，不是小木头吗？这里全都是。别闹，别害我了，这是仓库，我们的林场。这种装木材的仓库有的是，他不能随便拿。你懂什么呀？谁让你拿那里的整料了？不是，那里不是有那边角料吗？这我们冶金大院的，只要做什么东西，全让人拿木料来，是不是？就是。那怎么进去啊？哎，万能钥匙。哟，哎，我都有。行吧，董哥。董哥，起来点，你等着。没事吧？行吧你。有两下子，开门啊！没事，这有两天就好，挺好的。忍着点，忍着点啊！行了，穿上吧啊！这还剩一口，你给他喝了得了。放下。介绍啊，你管得真严啊！这帮混蛋小子呀，就是爱欺生。不过我瞧出来了，你这儿子可不是省油的灯，将来呀，兴许是个人物呢。谢谢叔叔夸奖啊。不过，你们也不许欺我妈哦。跟你一样，他不欺负我们呀，就算不错了。好了没有？好了。能走了吗？能走。能走，赶紧回家。好。晚上我带你去见周老师。哪个周老师？潘志云的姥爷。小青，周老师，小青。
多少年没见了？有26年，26年了。朱老师，你身体可好？好，好，好，来。快坐，快坐，来，坐，坐，坐，来。这是我儿子沙儿，快叫老爷。老爷好。哎，大小伙子了啊！哎，这是小云，啊，和他哥哥。老爷，我们见过了。啊，请来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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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小青啊，咱们见一面不容易。10年呐，浩劫呀！大学毕业之后，我们还有你爸爸妈妈两家四口人到了江水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了。这俩孩子的爸爸妈妈也都不在，你们那代人就剩你了。什么叫爱？叫人啊！唐继山，父母的姓，大山的山。小云，你太客气了，姑姑不吃，你们吃吧。这专门给你们做的，把你姑姑的一块儿给你继山哥吃。好。哎，小伙子，多吃点，多吃不了那么多了。啊，吃吧。嚯，6个蛋，6个蛋可是给上门女婿吃的数啊！哥，郑老师，我今天来啊，就是想让您帮我儿子补补课，真是给您添麻烦了。这书啊，读多少，我早就不强求了。自从在牛棚熬出来，回家之后一看，就剩这俩小的了，我心都凉了一半。英文不教了，俄文也不教了，给这两个孩子啊当好后勤部长就行了。学习的事情啊，孩子要学，来，不想学呢也不要强求。几点了还喝水？自个儿那毛病不知道啊？什么时候开学啊？后天。你们那田径队不要你了吧？没有，我还是队长呢。就那俩小细腿，你还队长呢你？我告诉你说啊，学校一开学，你赶紧给我回学校住去。大通铺，又热闹又暖和，多好啊！你在家不行，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床，哎呦，弄这儿弄那儿的，然后一关门你走了，我睡不着了，知道吗？嘿嘿，干什么呀你这是？啊？我说不了你了是不是？给我站起来。不是你说你啊，3岁开始尿床，你他妈尿到16、17岁，怂样，你妈都不要你了，该睡觉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儿晚上再尿，明儿他妈甭吃饭。
哎，后天就要开学了，你确定自己能跟得上吗？确定。妈相信你。不过你要记住了啊，男人可以争强，不能逞强。知道了。今天不是带你去认了门的吗？就那潘老爷啊，从前跟你姥姥姥爷他们在燕京大学都是高材生，还留过洋，他可是个好老师。你要想学呀，就自个儿磕头拜师傅去。听懂了吗？懂。站住！现在我来介绍一位新同学，唐继山，大家欢迎。唐继山同学，请你这边坐。咱们开始上课。请打开语文第49页。唐继山，你给我站起来！上课的时间你不好好听讲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老师，您讲的我都知道了。那你就说一遍给大家听听吧。您讲的是毛主席诗词《沁园春·长沙》，写于1925年，当时革命运动蓬勃发展，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相继爆发，毛泽东直接领导了湖南的农民运动，同时。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已经确立，国民革命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。秋天，毛泽东准备离开家乡韶山，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，在长沙停留，重游橘子洲头，写下这首词。当年他32岁，这首词最早发表在1957年1月的诗刊上。那这词的内容是什么？这首词的词牌是《沁园春·格律》，分上下两阙。您刚才讲的是上阙，下阙我给您背一下吧。携来百侣曾游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。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，书生意气挥斥方遒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。曾记否？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。工作做完后，接下来进行今天的第一项科目是3000米耐力跑。
来做之前，大家先做一下自由热身。好，开始吧。好，大家把自己活动看啊，手腕、脚腕，好，活动活动筋，张张腿，来，把这大压开。你干嘛呢，新来的？啊？咱俩比比呗。你跟我比什么呀？跑步啊。哎，跟我比跑步的啊。行啊，别比。行，我跟你比。但是说你要输了，要有一什么说头吧？你定。行，我也不欺负你。你要输了的话呢，咱们教室的玻璃，你连擦一学期。感冒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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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你告诉你感冒。要是你输了呢？我就不可能输。就是，不可能。那你输了，你就从此管我叫大哥。行，叫就叫，来吧。这样吧，我们负重跑。怎么个负重跑法啊？就是背东西跑3000米。背什么？要是新来的，一边沉吗？文东哥，加油！东哥加油！东哥加油！3000米负重，预备，跑！加油！文东哥加油！快点！快！加油！加油！一直保持着领先的位置，多么紧张啊，多么兴奋啊，多么出力！现在算，谁先跑到那个终点，谁算赢。我没耍赖，我跟他比的什么？比的是负重跑3000米，对吧？这一圈是400米，我们一共跑了8圈，跑到第3000米的时候，谁赢了？至于这条线，我刚才只是跟他说谁先到谁赢，我没有说怎么跑到，对吧？哎，坐吧，坐吧。哎呀，3000米，谁赢啊？我来跟你们说答案。3000米的时候，这个新同学赢了他。啊！哎，他们一声不快，他要走了，什么意思啊？赖皮狗！说什么？
飞人打架了吧？嗯，没有啊。没有怎么饿得像狼似的。学习，用脑子消耗能量。今天第一天上课，有人欺负你吗？没有，谁敢呢？我听老爷说，我的书送给一个爱学习的北岭哥哥了，原来就是你啊。和孩子王袁卫东的赛跑，让唐季山名噪全校。他在冶金高中的学习生活也正式拉开了序幕。这里和北岭的生活完全不同，对于今后，唐季山也充满了期待。He was a good sportsman, so he kept all might and was able to win the match. 唐季山，唐季山，你给我站起来！我刚才讲的什么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再给你念一遍。He was a good sportsman, he can well meet.Well, was it to win the match? 听懂了吗？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这是你对老师说的话吗？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。你上课睡觉，下课不复习，多少天的作业你没交了？你知道你这次摸底考试你考了多少分吗？27分。哦，你还知道啊？你总共答对了9道选择题，我想你那 A B C D 都是蒙的吧？你说对了，我真是蒙的。